是荒地，对不对？对。告诉你，怎么有烟飞？我还好，它是熔岩的，熔岩飞。刚走就消失哎、欸，他怕雷，对不对？是。是。金手也走了。哎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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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错了，我飞回来。哦，你进跑了？灭进来了，哦，他是来了，我以为是跑到外面跑走。哇，小金哎、欸！是啊，我是一个有进步的地方。笑笑他，不是大雨中风的。这样下不去啊、喔，这样不算下去、喔。太远了啦！哇，我以为这个段子还可以啊。没有，你要扒到后面的墙，那个还有可能。后面那个感觉扒不到，我就没去用。你那个断奶比这个还比那个还长。我、哦，哎、欸，扒下来的石头嘞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烟少进。他快呆滞了，他快变白痴了。谢谢大大帮暖化。下来，我上面还有一个。哇、哦！给他下去，给他下去，给他下去！我来，我来，直接扒下去。我被扒下来了，看到了。哦，快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不是你有，你有，你上面有，你就收枪准备啦、啊。我有啊，我上去了。哪有？你根本就没上去，直接说上面还有一颗。你说那个，我想说。
哇！我没事，我活起来了。你乖乖射吧，我来吧。他可以撞了。子啊？他会补子弹。哦。我在他脸旁边吃地瓜。
buff 没了。那就是前面组哦。有，我在接近。算了，不会破坏我，还以为是我撞我的。可以抓了。啊好。哎，萤火你也可以叫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力战的。可以啊。哎呦，你好燥哦。更新哦，这多地盘，压缩子。又出魔物。更新哎，主打打。哎呀，刚刚一个灵力鸟从奈斯的胯下飞过去，哇！你的鸟没了。说买葡萄吃，到现在还没买。你进一个高速移动啊，它可以离开了吧？又是一部七面主大炮击。恐哥，原来在哪里啊？
都在上面了。孔哥你在珊瑚吧？哎、欸，孔哥走了，水啦，太棒了吧！贴心的孔哥，然后换一只阎王，哎、欸，转，换一只阎王，至少不在这边、哦，不错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争夺地方的 NG。好。告诉你，这个争夺地方的 NG。哦，古龙走了。在哪？都倒了吗？在这边啊，在这边，萤火，萤火前面，萤火前面。哦，底下，哇沙小，吹 buff， 我懂他，好了，不用怕了，好有了，看到了，那是你铲吧，你铲错吧。他在挖，他在挖，他在挖，那是在挖，那是在挖。那是我仿佛听到那是说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我想说我离超级远，还要跑一段距离才能。那是说我就挖。诶、欸，我惨了啦，那一次。诶、欸，那一次你看一下哦、喔。哟，真的是哦。这两颗石头浪费了，好险我有装投石柱，我只能远距离丢石头支援你。是我带错属性，还是他的头打了只有三十？你有没有吃石头？有啊，吃啦、啊。他不是怕水鼠吗？有啊，打身体七十四，哎，头都他头硬啊。金银火都要破头才痛。对啊，对哦，你是在哈喽？忘了，经常很少拿超重棍打的。卵石，卵石，卵石，粘着石。粘着石，粘着石，没了，我要遭报应了。你看为什么我被打就这么痛？萝卜有点高，萝卜有点高，萝卜油到底是怎样萃出来的？都有葵花油了。哦，也是哈、哦。哇哇哇！睡衣被打掉了。抱歉，我想要趁他睡之前多击几下。我也是没遇过这样啊。对啊，我想说，你刚才说睡着的时候不会累积，我就多打，然后多积别的伤害。哎、欸，可是还是能撞哦，我捡个石头撞。我的石头还我！破坏不会。哦，有头爆了吧？头爆了。八十一，
还能再撞到我们石头了，我连桌子都留着。嗯，我有了，我有，我捡，找到了。快，好，可以了。今天开到十一点好了，然后我要睡着了。好，问你没精神，没精神回来，对吧？睡三小时而已，再加上下午的一个小时半，再加上江江跑进来传染猎人兵，好，好，而且我等一下就要走了，看都不陪我们聊天就要跑了。我聊，可以聊。告诉你，我什么话题都没有。一个神秘的地方。我看你po图的时间是三点。没了、哦。没有打到那么晚了，但是突然想到要po，要分享一下。哇！所以才会那么晚。我想说你打到三点也太拼了吧。有的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是真的打到三点。哇！这我是传什么时候传给你的？三点四十几分的时候啊。哦，那三点打完，然后还在滑手机。个屁的！我晕了。而且我明明也是站在前面的，我完全没有发现那个脸，超好笑。你要赶快把你朋友那群带完了、啊，名次快出了，我清晨零次，名次还没复活，靠呀！可以抓啦，他很可怜嘞、欸，连博人的回忆篇都出现个几秒钟而已。我无聊跑去看博人的那个回忆片，穿越时空，有够屌。之前人家穿越时空都是轮回眼，他不是，他直接用机器，真低调。可怜。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没了。没事没事。哇哦。
可以抓了，把它捕获到。最好最好最好。好了，快十一点了，我们去熔岩地带采集古钟。看一下猎人笔记啊，大型魔物图鉴，这边开始看有哪些缺50只，冰玉龙还缺21，蒙牛13，壁毒还缺40只，好多壁毒，没人在打，哇，都缺好多，怎么了？抽到一次杀，那你先不要出去啊！我不会出去啊！我有听到你说要去踩那个啊！哎呀，我怕你跑掉，跟你说一下，有一颗蛋都没颗，不是都没一只超过5个、欸，战痕黑狼鸟打5只就有大小金了。哎、欸，对我也是，我跟你应该是一起。夸张，夸张，六只。都没有一只50的、欸，我们金银火打那么多没有吗？应该有个30的吧。不是，要50吗？对啊，要50啊，我是说要30。我的冰牙很有机会啊，还剩9楼，就是50。冰牙那么多、哦啊？我那时候在刷那个票券。哦，对哦，对呢。熔岩地带有一个争夺地盘机，我的。哪里？就在那边啊！你经过了，经过了，刚刚那个入口那边。哪里？又出一只金。啊，没有吗？那边那个会有巨大矿脉旁边的那个啊。金火是不是在你龙岩地带、啊？哪里？不是往那边走的哦。那是那边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哎、欸。呜呜呜呜呜！叫什么？好啦，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啦。那明天一样有高几率就是有下舞台。如果我可以直接睡到天亮的话，嘿，就保佑我吧。那今天真的只睡4小时，有点撑不住了。本来想说，5点一睡真的会睡到10点11点，结果没有，就很乖的7点半就起，对吧？6点半就起床了。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啦！大家晚安。